朽衰败，列强欺凌，这是自1840年以来的近代中国。民族危亡，中国向何处去？太平天国运动、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、义和团运动、辛亥革命，中国人在黑暗中摸索，一次次跃起，一次次坠落。赵操作盘不行，成不了，我们怎么才能走出我们自己的路来？这是一条伟大道路的艰辛探索，从上海的石库门、嘉兴的南湖起航，走过井冈山，走过瑞金，走过遵义，爬雪山，过草地，走过延安，走过西柏坡，红旗猎猎，号角长鸣，一路披荆斩棘。我们可以从南城包围城市某种都举正经的道路。挫折与奋斗中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，实现了历史性飞跃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华民族从命运谷底奋力崛起，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。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。面对一穷二白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建设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。这在中国政治史上，在世界政治史上，都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。激情燃烧的岁月，中国蒸蒸日上，欣欣向荣。156个重点工程启动，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开始探索现代工业强国之路。核心问题就是要找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。一个个奋斗者共同书写着那个时代的中国精神，支撑起民族的脊梁。依靠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曾经步履蹒跚的中华民族挺起傲骨，豪情与奋斗让他哪怕历经坎坷曲折，仍旧能够再度起航。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，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、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，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、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。